不是吧？不会真有人还没拿到阿晴的脱尾效果吧？在开启试炼前，一定要给你的阿晴穿上强力的兽衣物和武器。来到第一阶段这里，先把战绩的标记对准四个方碑的正上方，然后使用战绩一个下落就激活四个方碑了。随后来到两个方碑这里，瞄准中间使用战绩就行，然后迅速跑到后面的方碑普攻激活就完成了。第二阶段的试炼开启后，需要用战绩打破空中的气球，拿到30秒的增益，然后就可以暴力输出了。等场上出现这个绿球球的时候，紧贴的敌人就行。绿球球爆炸后会给敌人挂上草元素，然后配上气球的增益，就可以打出爆炸伤害。增益没了记得打气球哦，要打破3个才有增益哟。舔吧舔吧。